这球林子俊是带到了左外野方向飞球，来看到这个球，哇，是直接打到了标杆，哇，一个 grand slam， 在五局的上半，大溪高中林子俊，哇，虽然赛前的打击率是刚好只有一成而已，不过这个球直击左外野方向的全垒打标杆，形成了一支全垒打，哇，一下子把比分拉开到6-0了，哇，林子俊。除了今天在守备端有表现之外，哦，在打击终于是发挥了。哇，虽然赛前刚有提到打击率并不是太高，不过教练团还是很相信他的打击实力，今天依旧是安排在球队的第4棒。